兰儿。 兰儿，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啊！别贫，快走！狗官爷，以后会干的。城主有令，卢志远勾结宰相谋反，其罪当诛。 将军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起来！大公子，先到我府中安顿下来，再做打算。陆之远，城主把咱们两家都抓走了，莫慌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的兵马都在城外。他们想要的人是我，我去会会他。 陆之远，你还是来了。你这个乱臣贼子，城主之位本应该就是我。乱臣贼子是你，把遗诏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。 在那儿呢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先给他了。遗诏给你，放了他不用。